今天呢，我跟文当要带马吉第一次外宿，因为马吉最近出门越来越稳定了，然后我跟文当很久没放松，所以我们想说带马吉去外宿一下，也让他慢慢习惯一下除了家以外的环境，之后呢想带他去更多地方玩。那现在马吉呢在七座，在我的旁边，他其实现在已经有一点不耐烦了，要不要给大家看一下你？我是马吉 ，Hello， 哇，看到镜头就没有不开心啦。小墨鸡，你想摸镜头啊？怎么那么开心？好开心啊！为什么？我们这次是要去住在横滨的饭店，因为横滨那边就蛮多适合带小朋友去的地方，人又不会像东京都那样这么多，所以我们就决定带马吉去横滨外宿一天。现在到饭店在 check in， 可是因为马吉副食品的时间快要到了，虽然饭店这里没有提供微波炉，可是他们说可以打电话请他们帮忙加热副食品，而且跟大家说我们本来是订两张单人床，服务人员很好的是说因为马吉还小的关系，可以免费帮我们升级成 king size 的床，这样我们就可以三个人一起睡觉，好贴心啊，对不对啊宝贝啊，我们要去房间咯。马吉一直想要逃出婴儿车，很活泼的小孩耶！哇，我们的房间床好大，这样就不怕马吉会掉下去了。King size， 好开心哦！もう今晩真ん中寝て、私とプちゃんは両側。そうだ。ここでなんかしようかなと思って。これぐらいあったらちょうどいいかもしれないね。ね、我们现在一起去看一下浴室，我觉得他们浴室还蛮漂亮的。走吧。まだ見てないんだよ。私見たからね。哇，なんか意外と広いね。でしょ？哇，那気持ちよさそう。有浴缸，也有淋浴间，这里还有洗手台，洗手台超漂亮，东西超多的。OK。你是看我们点，ちゃんと備品が揃ってる。然后我觉得很棒的是，它这里居然还有附入浴巾，它的备品其实还蛮丰富的耶。爸爸跟我还有马吉。因为我跟文当今天都还没吃东西，所以我们想说先来吃饭。那我们挑了一家定时店，干杯！嘿，これじゃアップルでしょ？嗯，アップル。これ何に選んだと思う？アップル。なに？まだ分かってないね。グレープフルーツ。好。准备要捣蛋了。自从我们开始带马吉出来外面吃饭，常常都会收到店家这种很可爱的小朋友的餐具。吃完饭到他们楼下的亲子楼层，就发现这里有一个品牌是我在网络上一直很想买，然后我把它放到购物车，我一直还没接到品牌，就是这一家，噔噔，超级可爱的，我要拍这个店家文章纸拍 sale， 他们的衣服超可爱的，很有特色，哇，好可爱哦，准备开始大买一波 ，Let's go， 副奖都有天的欲しい。なんかセーター欲しいな。持ちは多分セーター似合うから。百货里面有一个小朋友游戏区，有专门给婴儿跟儿童的。那马吉呢？现在我们要带他去玩婴儿区。他这个计算方式呢，是6到12个月的小婴儿，前面60分钟是600日元，那接下来延长10分钟会加200日元，那大人呢是700日元。有小孩之后，这个假日的行程完全不一样，都是以小孩为优先。因为马吉刚才就是感觉一直很想从婴儿车里面跑出来，就很好动啊，他这个年纪。等一下，马吉，哇！逛完街出来，已经是晚上快要7点了。大家看，晚上的横滨超漂亮、超浪漫的。こういうの久々だよね。ね。嗨，大家，我们回房间了。其实刚才呢，我们本来想要在外面慢慢赏夜景，就没想到突然下了大暴雨，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要回房间，然后点他们饭店的 room service。可是因为我跟文章两个人都想吃咖喱，就觉得有点浪费，两个人都想吃一样的，所以现在商量要不要有一个人点别的。刚才也给马吉喝完奶，他现在超有精神的。
なんか初めての外食の感じ本当にやっぱりホテルで過ごすの一番いいね。まあ餅もなんか全然楽しそうだし。我那一番悩まって余料理。え、だったら俺ハンバーグステーキとかにしようかな。初めてルームサービス頼んだんじゃない？私とふーちゃんは。確かに。基本的に頼まないからね。じゃあ俺ハンバーグステーキにしよう。私カレーライス。オッケー。はい、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はい、40分ぐらいかかるって。ああ、なんか楽しみだね。初めてだ。ねえ。いつも頼もう頼もうと思って。頼んでないからね。40分後もちも寝るんじゃないかな。寝てくれるかなこの子はね。现在的 room service 的时间，我跟文娜都已经换上浴袍了。那我们订的房间呢，外面是可以看到横滨的摩天轮景色。我们就带马吉去看一下吧。哇，好漂亮哦！はっきり見えていいね。ね、俺とルーちゃん最初付き合ってる頃も。ああいうとこでよくなんか写真撮ってたりしてたよね。行ってた ね。そういうことを思い出して赤レンガ倉庫行ってビールフェスみたいなとこがあってなんかソーセージ食べてた。そうドイツの覚えてる覚えてる。あと写真撮ったもんね。あの2人一緒にテーブルに。そう3人の初旅行。马吉应该是不会记得啊，但是没关系，有影像帮他记得。那个摩天轮下面其实就是一个游乐园，是比较小型的啦。那因为马吉现在还小的关系，还不能玩游乐园。那我们今天其实在外面带着他散步的时候，就很期待等他长大，不可以进去游乐园玩。呀，これもまたいい思い出だったね。言わないでよ。やめてよ。しかも私が食べてるのカレーなんだよね。ごめん。いやタイミングが。ちょっと待って、ビーフめっちゃ大きくない？でかいね。おいしそう。一緒に食べようよ。哇，没想到咖喱牛肉这么大块，难怪还要3000多块。没想到在淋咖喱酱的时候，马吉便便了，所以刚才去处理马吉便便，现在正式要开始吃了。好，大家，那我现在已经卸完妆了，时间有没有觉得过得很快？因为我们吃完饭之后，马吉他就是很明显的想睡觉，所以我们刚才就是一直在哄睡马吉这样。那今天是我们过完第一天，马吉都算是表现的还蛮稳定的，就虽然也是有烦躁啊，可是没有到像之前那样很崩溃大哭。那不知道他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会哭醒，就都不知道，因为可能不是在家里嘛，不知道他会不会不习惯。但是目前到现在是还蛮顺利的，有给我跟文当。对于之后的旅行啊，或者是外宿，有一点信心，真的很开心。谢谢马吉的配合，尤其是刚才看摩天轮的时候，我心里有很多感触。现在我跟文丹两个人的时候也很幸福，可是多了一个马吉之后，那个幸福是好几倍乘上去的。就即使马吉他可能根本还不知道眼前发生的事情，还是他可能也没有记忆，可是那个幸福感是很强烈的。非常期待之后可以带他去更多地方玩。那马吉睡觉之后呢，我也要进入我的放松美容保养时间，保养完我就要准备睡觉了。外宿我不喜欢带瓶瓶罐罐的，尤其是有马吉他的东西已经够多了，所以这次我就很简单，只带了清洁化妆水还有面膜。这次带的面膜是 Quality Fasto 在日本卖的最好的 Damadeza 系列。他们家的面膜呢，就是价格适中，效果也不差，非常适合想要轻松保养的朋友。尤其是 VC 一百面膜，还获得过 Art Cosme LDK 的 Beauty 的奖。除了他们最红的 VC 一百面膜之外呢，我还带了他们的新商品的呢。Damadeza Eye Sheet Super VCR 眼膜，其实我以前是比较没有保养眼周的习惯，毕竟以前还年轻嘛。那我现在已经过30岁了，除了年龄之外的最重点就是生小孩之后，生马吉之后，我真的是没有睡饱过。再加上说要等到马吉睡觉之后，我才可以工作赶进度做自己的事情，所以睡眠时间就被压缩更少。那最近呢，马吉晚上他会哭醒，连带就开始出现我的眼周暗沉还有干燥的问题，我就觉得是老天爷要我好好保养眼。作为讯号，他们家眼膜也是比较推荐夜用，所以我都是晚上的时候会用。他们家眼膜呢是用 Damadeza 系列中最有名的 VC 一百，还有雷西诺的一百为基底做成的眼膜，含有全方位护理眼周烦恼的美容液。他们的眼膜布的是3层构造，每一层都确实吸满美容液，洗完脸擦完化妆水直接敷上去就可以了。哦，敷上去就感觉到它那个很保湿的感觉。在敷的这过程就会一直觉得很保湿，我觉得敷眼膜真的是一个享受。哎，你们看，已经流下来了，因为美容液很多啊，现在已经流下来了。那敷完把它拿掉，再轻轻的按摩，
让剩下的美容液都吸收进去。自己在按摩的时候呢，会再这样子往下带一点，让眼周附近整体都有吸收到美容液。我自己只要有用眼膜，隔天早上就会很明显感觉到比较没有干燥的问题，而且暗沉的部分也有改善。现在在日本全国药妆店跟唐吉诃德都可以买到，大家来日本的时候也带一包回家吧，这么小一袋超方便的。好，那我也准备来休息，希望瓦吉今天晚上不要哭。那明天呢，我跟文当也是打算带瓦吉在横滨这边晃一晃，非常的期待明天。那我们明天见，大家晚安，大家早安。现在我已经换好衣服了，等一下化完妆，然后喂玛吉吃副食品喝奶，那我们就要准备 check out。 早上化妆前呢，我也先敷一片 Damalaza VC100 的面膜，有时候比较干燥的话，我在化妆之前就会敷面膜，化妆前先保湿一下，这样子比较不会脱妆。大家看我一拿出来，美容液滴成这样，就真的是这一片面膜吸满满满的精华液。那这一片呢，也是敷三分钟就可以了，很快。饭店有 check out 时间限制嘛，所以每分每秒都分秒必争，然后又有一个瓦吉，时间更难抓。这三分钟可以敷好了，很方便。那三分钟到了，大家看，敷完之后脸上的精华液真的很多。只要有敷面膜啊，其实这个持妆效果还有妆感都会差很多。这一款面膜呢，也是在唐吉诃德还有药妆店都可以买到，大家来日本可以买买看。因为今天天气比较凉，我们帮玛吉带了熊熊连帽外套，超可爱的，好可爱哦！果然小朋友就要穿这种很小 baby 感觉的衣服。开始我们的第二天。この辺り気持ちいいもんね。風も気持ちいいだろうし、風景も綺麗だからね。可愛宝贝睡着了。睡着。ここ気持ちいいんだろうね。プルプルがまた可愛い。カレンガ倉庫到着しました。以前我跟文当约会的时候来过，想出来回忆一下过去，回忆过去，模糊的相思忘不了。唉。ふーちゃんは最近サンマルクカフェにハマってまして、ジャガバタとチョコクロを買うのすごい好きで毎日食べてるんですよ。まさか横浜にもあるなんて、買いに行きました。マッチー、ちょっと待っててね。我买回来了，买了文章要吃的巧克力可颂，还有我最爱的培根马铃薯派。文章最爱的巧克力可颂。いいね。本当ふーちゃん最近ハマりすぎだよ。毎日食べてる。こういう一日いいね。本当に飽きないんだよ。毎日食べる。天哪，我们现在随便进来一个百货公司，里面竟然有台湾气耶，超多台湾东西的。ネギパイあるよ。ネギパイ。さっきサンマルク誰かと一緒に食べたからな。ああ、私のせいか。哇，大家看，有番薯饼，还有芋仔饼耶。あとこれ。这个是我们家，这个是我爸爸在家里。これルーちゃんの実家にあったやつ。对，我爸爸也天天放这个。麻辣汁。濃厚。やっぱこれが一番うまい。文章真的超爱麻辣汁的。那我们现在来到横滨高岛屋。哇，刚才敷食品跟奶都超顺，你们应该要哭了。就大家有来看我的频道，应该知道我很常说玛吉他真的是一个喝得很不顺的小孩。他长到八个月之后就开始变得越来越好喝，我都好感动哦。真的，他只要愿意吃、愿意喝，就什么都好。我们刚才在 Familia 买了一件衣服，可是因为没有现货，所以之后才会寄到我们家。他现在也跟文章来吃鼎泰丰。你いつもと同じもの頼んじゃって。文章每次都点炒饭的，有虾仁炒饭，又有小笼包，又有汤。そうそう。俺が欲しいものが全部入ってる。そう、だから毎回違うもの頼もうとしてる。結局あれ。だからあれプラスアルファで頼もうかなって感じ。